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羽球阿飞。今天我来跟你分享羽毛球基本功里边必不可少、最最最重要的一环，那就是我们的挥拍技术。就是架拍有一个舒展的姿势，第二步是顶肘，我们这样的话手要有个折叠，这样才能打到高点。第三就是小臂手指是吧？小臂手腕这样打开往前挥，三，然后第四我们就自然就挥起来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我们连贯一下。一、二，每一下你看拍面都打正，都是打正。一、二，我们不要去抡自己的大臂，这样的话很伤肩膀。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小臂的鞭打。更多挥拍技巧就在下一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羽毛咖啡。今天我来跟你分享单打中的套路。杨元往侧身抓推。放进网抓回戳，推反手抓直线过渡，你学会了吗？